各位信徒，多年以来的爱戴，今天各位信徒要进行的是五趴大帝重现江湖挑战赛。哦，哎，我是信徒，我是信徒。只要找到道具之后呢，就可以到各个挑战区去挑战我的妙功。挑战成功就可以成功的引荐五趴大帝，也就是我本人。今天我玩之后呢，要来进行一个五趴美食二选一。 只要在限时之内吃到较多美食的前两队就可以获胜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各位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五趴大帝出现哦，这已经是2.0版本了，也就是之前有出现过一次。我个人是他的3年多来非常虔诚的信徒。我只要跟你们讲，不信的话，不信的话，下场会很惨。下场会很惨。OK， 好。我记得上一次啊，他的猜中的比例是67%。 很高哎，所以那个超级获胜的条件是胜率要超过50%，而且五趴大帝越来越给鬼给拐，每次站一个那么高的地方。五趴大帝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怎么了？他刚刚有讲，我们进行完关卡之后要去找他，对，我们要从这边爬上去，找他，上去，到那边去找他，很远，对，有点远哦，找完再下来吗？这阶梯很高哎。 你们要想多久，十趴的感受吗？放心，我会对你们这些信徒好一点。等一下你们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不会在这么高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等级不一样，我们 level 那你讲话干嘛要站那么高？啊？讲话干嘛站那么高？因为气势，气势，气势，气势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他的前一刻？他气势的前一句话是啊。好没气势。OK OK OK， 好，那我现在确认一下，这边我们要怎么分队？ 太好了，我们是5个妙功也都已经就位了。对，好啊，你们待会回来，maybe 会出现热门妙功也说不定。好，就是可能大家都挑软柿子这样。待会有盒子，盒子里面有任务，大家就想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盒子，来，听声音。好，计时。往这边走。扑克牌。 运气的，好，就这个，来，好，来，扑克牌，心脏病，心脏病，我不行，我心脏病超烂，好，来喽，好，来，我先哈，好，一，他喊啊，他喊啊，他喊中就，他喊中就拍，好，3、4 ，yes， 过关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个妙功搞不清楚状况，怎么下雨啦？ 欲水则发，欲水则发。好，前程。所以我的妙功这么逊啊，一下就被你们挑战。超烂，好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很简单，二选一，选到5趴的，你们就算赢一次。好，那你觉得哪一个是5趴？我们要听你的。我个人认为这个。哎，我也是想那个。哎呦，都想这个。好，听他的，因为他真的蛮准的。好，来，你们自己看。1、2、3，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没错的。一个人5趴，这个就空的。 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10拍，这是0拍。哦，不要再喝水了，我吃过的神水，你们尊重一点。一个人很孤单吧？哎，有一个盒子，有一个盒子，但是拿了就要回去吗？基本上是啊，只是说要挑战什么，下面也有哎。好多哦，都是。可是这个这么近，是好的吗？啊，碰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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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真的想很多哎。2瓶水，2瓶水，等下好。是下雨了，我觉得。 上天在为我而哭泣，因为我捞单了，我捞单了。可以打，要现在打开吗？可以，你可以看一下拿回去。哦，面子，拿回去。面子感觉就是在跟我说，就是不要哭，不要哭了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到那边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 不行，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去找一个人去挑战他。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应该是乌龟会跳吧？哦，对。
对不对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们赢，我们抓他。我先了，来。来。乌龟，乌龟翘，乌龟龟翘。不啊，所以那我们再找盒子，再找盒子，再找盒子。哎，你看到吗？那个。好了，我们回去找妙公。回去找妙公，在那个在挑战，直接回去找妙公。这个妙公看起来蛮烂的。就是乌龟龟翘，手指。好，我就说不看谁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好，我们先。乌龟乌龟叫。没事，我换你。乌龟乌龟跳，这样就失败了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再一次。对，失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再去找第二个箱子，走，我们找箱子。哇，哎，还略过你，还你好嘞。好，那我们只好，可是这个是弄道具的，这感觉很强哎。哎，找他，最后一个，好忙哦，最后一个，请问这是要干什么？谁先立起来就赢，立起来就赢，转一圈立起来就赢。好，我差一点，不好意思，失败了，那失败就没了。面子是谁？面子，面子，不管我就跟你比了。理亏面子，好，远的人获胜。远的是耶，好。好了，好好好。好，恭喜不关群找五怕大地，去找五怕大地，怕大地。哎，幸福，你好。我跪着吗？是的，不然呢？哪一个是五怕？可不可以站起来比我高？哪个是五怕？好，我们数到一二三，一起选。好，一二三。哎呦，跟我选一样的。对。那我们来帮你揭晓。好。到底会不会是五趴？好。一二三。好。是水，我跟你讲，你我已经喝一天的水。你也不要太难过，这是由我加持过的神水。好，谢谢。哦。五趴大底，今天第一把就意外的失准，究竟他这个庙还能不能信？而他能否达到50%的准确度，弥补开坛耗费的体力呢？我们来帮你揭晓，好，到底会不会是五趴？好，一二三。是水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喝一天的水。你也不要太难过，这是由我加持过的神水。好，谢谢你爸爸。哦，来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卫生纸。比吹的远。吹的远啊？对，我先哦。好，加油。啊，好了，就这里。OK。猫哥加油，吹远一点。就是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谢谢尼克，谢谢。扣建五趴大地，来，我们要来玩游戏了。对，没错。是，请问五趴大地有指示吗？我个人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一锅，你们可以选择相信我，也可以选择相信你们自己的直觉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一锅，就这一锅。是，好，那我帮你们开吗？可以。一二三，五趴，耶！谢谢，吃，快点。香蕉干，你们自己吃就好，赶快再去找。分段戏，分段戏怎么玩？怎么样？自己打自己额头，看谁高。我先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104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就是1.8。失败了。失败就没了嘛。去找下一个。好的。好，失败就没了。这个怎么玩？要比谁弹的更准。你先。3-3-3-4-2，一起一哦，弹的没有等一下，有了，超过，快，我们，对，你有人跟你玩吗？哎，还没有人跟他玩，我们跟他玩，那是因为我很强，哦，手不能扶是不是？哎，看，一起一哦，弹的没有等一下，按 start， 加油，啊，过关，过了，哇。找五趴公，五趴大地很灵的，五趴大地我来的。哎呀，我们多久没见了？我跟你讲，我虔诚，我记得你上次非常虔诚，对，上次非常虔诚，对。
那我今天有带了一个女神来，她运势也蛮好的。是，我们想要请示一下，请问一下五趴大帝，五趴在哪一个？哎，对啊，你把她当椅子坐，你放尊重一点。女神吗？好，女神。请问五趴大帝，给我们一个开示，哪一锅是五趴？我建议这一锅。我们就决定选这一锅，听你的，就这一锅了。对，我帮你们开，一二三 ，Go！ 可以吃，可以吃。你超准的，这一锅真的没有，真的是零趴，真的是零趴。我跟你讲，这间庙很灵啊，很灵。大帝，好累哦，大帝。你们两个选出一锅，你们觉得哪一锅是五趴？不是，那这边的规则是大地选我，然后我们来判断我们要不要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你们也可以不问我的意见，直接选。如果你们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们不相信啊，因为我们刚才的案例有在楼下听说，哦，这间庙好准，这间庙好准，所以我们想直接问一下大地，你觉得是这一锅？这一锅是五趴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要选这一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也可以是这样嘛？也可以，赶快把它打开，这个吗？自己看，一二三，不会，不会是的。可以吃，这可以吃，大地，大地，你不准哎！我不是不准，我是要让你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哦。所以有时候还是不能太迷信，就对了。对，不能太迷信，不能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只有5%而已。对，你们可以吃，你们算获胜一次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吃这个。我刚才一直误会，我一直以为呢5%是不好的，所以挑到5%是好的。所以刚才他说5%在这边，我故意选另外一边。所以我们是因祸得福哎，我们是两个笨蛋因祸得福，因为如果跟着他选就没有嘞。真的。对。诺诺哥，你喊吧，站在这边喊。是吗？有办法吗？下面。要换吗？要轮流。好累。好累，轮流。好。哎，人家是女生下去哎。我看谁？刚刚说是我，等一下换我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阿凤说我比较会过关。对，因为他是限运的选手，所以他不得跑。对，他出体力，他体谅老人家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是女界的林毅琦。有找到了，你看他忙忙。好，拉小的。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拿到发表。这一关是真理时钟对着镜头，然后谁先靠近5秒，是最靠近5秒的获胜。来，计时开始。我三秒小，预备开始。几秒？三秒。七。我输了吗？你输了。我输。请去找下一个。烂死。没事，越挫越勇。告诉你，我不会被现实所打败的。我不会低头的。看到上面那个没有？我要去拿下面那个箱子。你偷懒，跟不上的。好，这个，这个。跟他给我看你的高度。停，这个兵谢伯后拍跨兵，换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别拍跨兵。这个感觉软柿子。这个软。好来。请问水是要干嘛？不会比谁喝得快吧？比谁先翻山逆水。大姐先站起来。废话吗？他就是中间那个人。他转一圈了，我刚刚。废话吗？可以换人吗？他转一圈就是半圈。可以换人吗？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好，来，马上接着玩来，太好了。来，哎，打开，分贝去怎么玩？打额头，看谁分贝比较高。好。大帝，我们又来了。大帝，哎，这两位有点眼熟，刚来过是吗？来过。我刚刚有吃到东西吗？有吃，可是好嘞。越来越远。那请问哪一边是5%？好，我觉得我选这个。不要听他的。就这个。对，我也觉得那个。好。好。啊！什么意思？就是失败，你们只能喝水，没东西吃。那这个是？就是香蕉。你刚输你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再挑战一次，一模一样，开始。来，要计时，开始。哦，
你超过了，他输了。5秒57是最接近。但有，最接近是。他差57秒，50。计时开始。那边有。哪里？那边。好，现在下雨，你慢慢走。我们过去看看。打我。没有，看看数字，92。好，92。啊，我这样打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已经92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超过就好。OK， 好。102.4。OK， 好。都是过的吗？因为头很晕。我告诉你，怎么样？你怎么可以再伤害一个神？快点，快点。好。比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跌起来。我们一样选这个。选那边。也选这里，确定？好。1、2、3。哇你嘞！谢谢我们。你今天喝好多水哦。我觉得你是水神。来了。好大地。好。我们来了。好。信徒又来了。请5%大地指示一下，你觉得5%在哪一边？在我的感觉，这一次想选的是哪边？右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就这边了。好，来，就这边吗？对，请开。帮我们开。OK， 5%。5%。好，这个是不是5%？哦，5%，谢谢，谢谢5%，哇塞，谢谢你哦。不要这两个，人气妙功。人气妙功，人气妙功现在又落单了。马表示要，生理时钟最接近5秒的获胜。好，4秒34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5、3、1、2、4、9。来，5秒25。Yes。Yeah！ 好酷。继续继续，那这就找5%大帝。5%大帝，我们又来了。哦，要见你一面很辛苦哎，很辛苦啊！我看每个人上来都喘的，都非常的喘。太轻松了一点，大帝。好好，请5%大帝开始，哪一锅是5%？右边这锅。这锅。对。信不信？信啊，一定要信啊，对不对？信。好，那我就帮你们开。相信我就会得到。呀，帅啦！哦，哎，你太神了啦！对，我真的，你真是枉为人了。怎么那么累呀？啊，为了挑战5%功，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来，很刀。知道，不，不，不，好，你先。乌龟唱，没关系，再继续找吧。没有的，没关系，刚刚那个。好，换你下去。哎呀，好大。够，右手边下去，右手边。我下去，那不能。哎，哦好。又是大河的，里面是水吗？不是。哦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。啊，不能换。对啊，谢谢谢谢。这里、欸，这里有一个小的，这里有一个小的。OK， 走。对，走。我跟你讲，人气关注。是啊，没关系。人气关注。快快快！你好。哎哎哎！这个要跟我挑战吗？这个名胸部，这边不用排队，这是什么？啊啊！团团手指前肌。我可以去看。哦，300多，我都赢了啦。赢他了，赢了啦，赢了，赢了，走，乌龟跳，加油，乌龟跳，赢他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可以的，一二三，乌龟跳，我就跳这个，乌龟跳这个，没有，我就跳这个，对，好，换头，乌龟跳，乌龟跳，乌龟跳，啊，嘿嘿，都到 ，yes， 谢谢人气妙功。你现在胜率是不高，我现在胜率哦，多少？1/1，还是1/1？1/1。好，好，你说吧。那我们3个一起比好了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三个人都选同一个，来开。好，那就你们自己开。1、2、3。好，站住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地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们又来了。来来来，请问一下，大地，这一次你的神的指示是？我的指示是，我选的是这一锅。好 ，OK， 请开，就这锅了。好，我们开。一二。大地，这一次。你的神的指示是，我的指示是，我选的是这一锅。好，OK，请开，就这锅了。对，请开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终于喝到水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还要全程的走。OK，OK。随时随地就是要保持一个感恩的心。我跟你 PK。好，不告白，我该不会在那边跟你玩大佬了？心脏病，心脏病，你来发牌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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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
事不过三。对，事不过三，我们哪里跌倒，再从哪里站起来。站起来。一样，这里。这里。好，这里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恭喜！太感动，好感动，太感动了，谢谢。终于有得吃了。终于，要不然吃完吗？还是冰冻？哇！水耶。水？比赛喝水吗？不知道，去就知道了。很累哈，是不是？然后都一次就被那个庙公打败啊？那是你问题很大哎。树下还有一个，树下还有一个，在哪里失败？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乌龟龟翘那个过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他乌龟翘了两次，他都赢我。他不是庙公，他是龟公。来。这次不是乌龟翘了，这个是甩瓶子，至少要过一半。干嘛？你好，你不想喝水对不对？尿功不尽者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！帅不帅？尖叫！帅！谢谢谢谢。五八公。啊，汪汪，对不起啊，刚才上一段啊，我误会了，是5%中的才有，对不对？對，我以为另外一个比5%高，另外一个是零，是不是？最多就5%。我连游戏规则都搞错，刚才不小心赢了。你觉得在5%大地，你能够吃到更多的东西吗？好像不行，最多就5%了。好，那这次大地你觉得在哪边？我觉得我们一二三三个人一起比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惨了，糟糕了，两个比这边。对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开。就这里吗？好，来，咪好，你开。好，五八，一二三，耶！谢谢五八公，谢谢五八公，谢谢五八公，平身平身，哎，听五八公就对了。哇哦，哦，没有人发现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好大一个，太大了吧？是什么？没有人发现。啊，又这个，又这个，再找这个巴卡，找这个巴卡，找这个巴卡。你说我不一样了好吗？哎哎哎哎哎，你自己六柱的，六柱怪不了人哦。哎，还没看到。170。好，你六柱哦，你六柱哦。好了，派我就好了啦。好来，这里哈。200 ，OK OK。不用那么浪费力气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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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好来 ，Go go go， 我们来了。哦，面子。摔面子，看谁摔得比较远。对，我先吹。庙公还要我帮忙拿道具。啊，你冲啥啦？在那里。我觉得难度很高哎。我去帮你挡风。耶，谢谢。谢谢人气庙公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前一组是中了对不对？有中了。我听到他们欢呼的声音好大声哦。我们后一组说每次选你都中哎。好。好来。要听你的喽。你说吧。那我们再一二三一起比。好。一二三。哎呦！怎么办？天人交战。再一次。一二三。还是一样。没有人要变革哎，他很坚持哎，他们也要变哎。你们可以相信自己啊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开。好，你们，你们，你
决定你最终。来，一二三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，你长得好恶哦。对不起，哎，放尊重一点。我是说你那个灵感很恶心。嗯，真的要相信五趴大帝啦。所以你们把这两瓶水拿走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这是加持过。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五趴够，五趴够。哎，你好辛苦哦。怎么样？我们动来动去都还好。 一直坐在这边淋雨，其实很容易感冒哎。还好五趴大帝的帽子够大柄，可以帮我遮雨，帮你遮雨。五趴公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如果赢的话，我们就三连胜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向来都是很相信你，所以我还是一样跟你直觉。那我们就选这一边。好。你每次说不信，但是好像感觉不是，因为我都会怀疑他到底值，可他每次都好准。对啊。好，我就听五八大帝，我们就开这次准不准？一二三，哇塞，你好夸张，你太夸张了啦！你是不是百分之百了？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。哎，你自己吓到汤匙都掉了，我吓到一个我的汤匙都掉了。哎，哪有自己被自己的能力吓到的啦？来来来，百分之百了，谢谢五八大帝，谢谢，哇，谢谢，请祝我中乐透，谢谢。好好好，哎，不会，乐透的话我会先中。 我今天上去几次，我听几次就中几次。哎，上一次就很虔诚，上一次虔诚，这是虔诚的心。但我现在我觉得呢，要让他呢来告诉大家他到底的几率是多少？你的胜率如果超过五成的话，也可以开锅。哦，四十跟五差二选一。好，因为你现在要告诉我们，有谁吃到东西？那我们直接公布只有潘君伦不能吃。可怜哦，其实早就已经是，第一名是三分，然后两分的有三个，我们其他都是两分，全部都有。我们有三分呢。我们要是信他，我们就四分呢。那我们来看，看一下许梦哲，我觉得应该破他自己记录。超大地是猜十五次中十一次。好，超惊人，超强的。我上次六十九，这次七十三呢。太强了